咱商量一下呗，你先还我尺吧，我保证连我几点如厕都给你汇报的一清二楚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报告大人，我陈氏起早安多好，我傻爹之后就去老张烧饼铺买了个烧饼，是皮薄馅的，便宜又好吃。大人，你要是想吃的话，我明天给你带一个。说重点。 好嘞，重点啊！我吃完烧饼之后呢，就一直在画坊待着，盼着能来几个客人挣几个饱饭钱。可像我这样每天都到讨府报道的画坊房主，谁敢跟我打交道啊？哎，大人，你说我是不是太惨了？我有时饿着肚子回去了之后，嘴也都风特别特别的冷。我家在大门又冷风，我跟我傻爹出了一晚上的风，差点都要冻感冒了。 最惨的是，我晚上得抱着我的尺八才能睡。大人，你看我这黑眼圈多黑啊！还有我这个胡……哇，好帅！曹青，大人，曹天使。 你愣着干嘛？快去给我拿尺八！把它带下去。是。哎，大人，那个，我尺八呢？大人，走。大人，大人，啊，大人！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